近日，紫辉创投 CEO 郑刚深陷暴力强子风波。近日，他向媒体透露，作为父亲有保护孩子免于受外力伤害的义务和责任。郑刚透露，周美意有虐待孩子的习惯，生起气来对人又骂又咬。对于这件事，郑刚也提供了大量的照片证据。对此，周美意回应表示：“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我其实不想解释，希望他能拿点真实的东西出来。”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